而另外一则政治新闻是决定竞选连任的新北市长朱立伦今天到国民党市党部办理初选登记。面对民进党游锡堃的挑战，朱立伦说自己不是跟竞争对手比赛，而是要争取市民继续支持。而游锡堃则形容蓝绿两党在北北桃三都的人选就像是权贵跟平民的对决，民进党有信心获得最后的胜利。拿着资料寻求连任的新北市长朱立伦到国民党新北市党部登记参选。朱立伦表示，参选连任最重要的就是市民的肯定，让市政延续。我们所做的不是跟竞争对手比赛，我们是让市民能够接受或者是肯定我们，支持我们，让我们未来四年继续为新北市民打拼。会不会提前请假投入选战？朱立伦强调，请假时间越短越好，一切以市政为主，等到选前一两周才会请假全心投入选战。对手游锡堃批评朱立伦的施政都只是橱窗式问导游而已，也强调北北桃三都是一场权贵和平民的战争。北三都朱无连权贵大人线正式成型，这次民进党支持的包括我柯P还有郑文灿，我们三个人都是平民老百姓出身的，所以这次的2014的选战在北三都是平民战权贵的选战，那我相信平民最后一定能够胜利的。在朱立伦到党部登记参选就定位后，新北市战况越来越明朗，也宣告蓝绿对决的选战将正式开打。记者综合报道。